你都安到人站车位，那大家车排队干嘛呀？不是，我们的车你怎么办？要是咱们也等了多少次，大家都是按着排队来的，你不能说你人站的车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转过来车呢，这是给人停的吗？对不对？人不能这样的，大家都在排队，是不是？还带着小孩，不能这么不讲道理，知不知道？你们不要不讲道理，人占车位不对的，你都按照人占车位，那大家车排队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我们也等了多长时间了？没等多长时间，是你们的事，你们可以再找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可以再找，你是人呀。按道理，人占车位不对的，你都按照人占车位，那大家车排队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我们也等了多长时间了？没等多长时间，是你们的事，你们可以再找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可以再找，你是人呀。